欸，不好意思，各位长辈有没有人要发言的？欸，可是拜托一下，外带礼貌，谢谢。各位朋友，我父亲啊就住这边，那我父母这个，我母亲90几岁，我父亲80几岁，换句话说，叫他们搬哪里？这个谁会租房子给他们？请问谁会租房子给他们？这个在座的，如果说有认识有房子的，请问有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那么老的人？这非常困难。换句话说，政府为什么不这个安置一下？花不了多少钱，安置一下。你这块地的利益那么大，你拿出这1%、1/1000就安置，很做得很漂亮，大家都很高兴。为什么政府不做？而且呢，我在国外多年，我也经常看欧美的报章杂志，我看到一篇文章写美国夫妇两个人，一家四口，他这个平均收入一个人是35000，两个人是70000，3年半可以买一个房子，就是$250,000买一个房子，前后院，这个大概60平。那台湾他那篇文章写要35年，台湾是美国的10倍耶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所有的台湾的老百姓都买不起房子，并不是我们，如果说是台湾跟美国一样，物价也这个，台湾收入是美国1/3，如果说是台湾这个价位是美国的1/3，物价是1/3，房价是跟美国一样，这个薪水的这个10倍，不是3.5倍，不是35倍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这个，当时我出国的时候，那时候这个35年前，那时候一个月是10000台币薪水，房价是100万，那现在是30000台币，请问房价是不是300万？不是，3000万呢，十倍，是美国的10倍耶。这是整个台湾的问题，而不是华光社区问题。我跟蒋委员亲自讲了2遍，蒋委员说：“哦，我们会打压，我们在，事实上也是应付的行为。”这是我跟各位报告的，其他没有别的。OK， 谢谢各位。